きってことでいいの？ようやく私の出番みたいね。传说节目，顺着打，然后这样，大家要注意哦，传说节目可以让兔耳抽哦，484听起来很强。哎，看到这个已经吓到了，哼，怎么会有这张牌？真的有必杀大叮当哎！叮，必杀纯真，棒棒！这太过分了，为什么多天？为什么多天？这是几倍？是三倍吗？四倍。哇 ，Siki， 叮咚，我们有必杀大叮当。必杀叮当。啊，感觉有回旋喷射哦，没有积分喷射。看少很多很少人在讨论，没有啦，其实。对方以为输出是胜利王，哎、欸，有很有可能哦。哇，这个我还不铺开吗？这样很超棒哎、欸！应该要丢这个啊，我应该丢这个，正常要丢出这个，丢这个丢错了，丢个狙击进化，然后全场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阿鲁鲁麦雅，很神奇的身材小，这算努力吗？他西奇啊，我叮当西奇啊 ，fuck you， 没关系，我们铺三只，请他吃各聚集。除非你诺亚岩蛋啊，不然你怎么解？然后下一回八将军，我们叮当爽换哎，爽换他那只什么阿鲁鲁麦雅的，他拔线了。哎，我们好强哦！必杀大叮当是吓死他啦，还是我全场动他吓死他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各狙击没动，呵呵。乌萨的侠，耶！八将军有点卡手嘛，但其实我这一套的核心就是要围着八将军打的，无非就是谢莉亚接八将军嘛。那你原本是有放哥布林公主啊，那无非就是铺哥布林公主接八将军。那、啊、这么说起来，我感觉八将军可以少一点。那如果八将军是在顺着下的话，二加三也是蛮强力的，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放爱丽丝选我正解，这次的二一的中低金卡可以配什么？我就是抓巴哈姆特就没有用了。是今天第一个土罗，我们刚刚用一下，有。哎，这个假怒呢？Come on 啊！快讲话啊，恭维啊！哎，恭维啊！哎，恭维啊！哎，你哪会不爱恭维啊？我想要看你恭维啊，你不爱讲。讲笑话哦！他听不懂台语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哇，炽天使剑，我的完美的场面就这样毁于一旦。
不管了，我们继续刚刚玩。对面搞不好以为你在逼耶，没有啊，其实他被打的脸就很凶嘛，真的哎。哎，怎么没有大蛇啊？自己画面才有，没事。我觉得不行啊！我觉得这场不行，试起来真的中立很惨，蛮惨的，感觉太缺牌了。我抽牌放很多啊，吃的我已没事。话说昨天鱼根开137包24红加4币，为什么不放传奇剑动是梦想一波？我没有那个以太好，因为我是非洲人。如果我那以太我就放好。还是有人要站错我那个传奇剑斗士，哇，有点扯。我根本想玩，我想玩新卡也没办法。耶，大叔死了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我，画面上也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点选观看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